来咯，阿贝，气在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做这个张飞的红色武器，阿贝要准备转张飞了。那么，其实我在想说，第三把再用这个大师锻造，整体来说会不会比较理想啊？对不对？反正第三把它就是9以上嘛，然后大师锻造的话，有机会可以再上到更高。那么现在直接用大师锻造的话，最低是 8.2 啊。算了，直接做了，反正我们要冲这个进度，好不好？冲进度，来。话说那个强化可以过去吗？强化应该可以过去吧？来，坐上去喽。把这买起来了，阿贝今天有钱了。阿贝，气。这个至少我们来一个12以上，好不好？12以上应该不要求吧，是不是？然后印槽我们也不要说有四个洞，三个洞以上就好，好不好？三个洞以上，这个生命跟攻击链值12以上，然后印槽三个洞 ，O 不 OK？ 这样要求应该没有太高吧，各位？没有太高吧？来咯，阿贝。气在来哦，铁匠，你不要搞哦，铁匠。好烂哦！操，什么烂东西啊！刚那把几个洞？刚没有看到啊？几个洞？看一下。一个洞。我平民就这样一次喷，就喷这一次，又给我这种东西。链值烂就算了，链值烂就算了，是不是？ 10.4 这个已经很烂了，不用说了吧，对不对？至少要中间值也是11吧，11左右，11以上。这边一个 10.4， 一个 9.2， 链值烂就算了。连这个只有一个洞，干，你是当张飞是孤儿哦？这个至少我们来一个12以上，好不好？